Oh, tu vis moins bien. Tu vois, tu vis moins bien là-bas.真的中毒了，像中毒了，肉中毒了，真的中毒了，像被蛇咬了一样，肉中毒了，湿气也是蛮重的。哇，谢谢CCCCCH的花海泛舟，谢谢。我去，哎，湿气确实挺重的，我带你去拔个罐吧。为什么？你的湿气肯定很重，因为我一看你这个颜色我就知道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从来没有拔过罐。你去拔个罐。那会有湿气排出来，会有什么好处吗？湿气排，你就会觉得身体轻松了。真的吗？对。好啊。明天给他来一个吧，明天给他来一个吧。要去，我真的会去。我也想去。明天给他来。我也想去拔个罐。给多少哪个？就要今天。不行，大家说不行。去什么？去养生这个教室带我。哦，好的。嗯，今天。嗯。好吧，有吗？有点点吧。来，你要转过去。你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你怎么吸这么厚？吸这么厚是什么意思啊？太靠后了，这位置。哦，我知道，这前面不然影响，对吧？没有，看不清。不是我的吸力只有这么大，我的吸力。不算吗？就是不行，吸力不够。肉不行，他们说肉不行。肉不用行啊。再来一遍。好吧。OK。我去，你湿气也不少。你在说我老铁，你自己湿气这么大，这么又大又黑，你还说我，咱俩得一起去拔，去吧，下播就去吧。